服务、品质、诚信，因为这三个理念让我们公司走了这25年。我们一直秉持着以顾客为先，解决顾客解决不了的烦恼。你以为这样容易拿到货？没有可能，我自己囤货的吗？真的买货还要求他卖给我？定了还要等3个月啊！企业的道路上，我该如何走下去？那里没有货，这里没有货。只要有最好的服务、最好的产品品质和诚信，公司就会一直发展下去。接下来的路就要靠你自己了。我可以帮你解决。唯有解决货物供应，解决顾客最大的痛点，我们才能共赢。你们所有的货我都要。我们不断努力地向各国连接，达成共识，确保我们能满足市场所有的需求。哇，老板，这样子的货都给你找到啊。做我们这行，只要认识他们，没有找不到的零件。他们企业若要持续的发展，必须不断的提升与突破，这样才能持续发展下去。老板，需不需要这样赶哦？服务讲究的就是速度。多年以来，我们秉持着一个信念，以诚为本，才能获取顾客的信任。一个换一个，有可能吗？我们的公司说到做到。哇，这样冷门的汽车零件你们都有啊？是咯，好彩当时你有介绍这个牌子给我啊。不可能啦，什么冷气零件都有？当然有。那这两呢？我们的愿景是成为东南亚汽车空调售后市场的一线供应商，打造全马最大最齐全的汽车空调配件一站式服务系统，提供最好的产品，永远不做第一，只做唯一。